在这个单元中，我们要介绍的是 ASCII 这个函数哈，这函数用使用机会不大了。它主要的功能是将全形的啊，就双位元组的英文字母或者字元啊，字串中的片假名变更为半形的啊字元，就是说全形变半形而已了啊。那它属于文字类别，任何版本都可以使用哦。那它就一个 ASCII 括弧 TES。XT 哈，就是你的文字或者储存格参照。那不管是文字或储存参照，其中都要包含所要变更的文字。如果文字中不包含任何的全形的字元或字母的话，文字不会变更哈。那我们来 Excel 看一下哈，它这个做法就这样，像这样，你在这边打的数字是什么样？全形的数字时。透过 ASCII 括弧 A2 有没有会把它的数字干嘛？从全形变半形啊？那一样道理，下面这个也是有没有 NT DALLAS 有没有？DALLAS 是 NT，这都是什么全形的？它就马上可以干嘛？把你变成半形啊？时间也一样啊，数字都可以啊，数字都可以。所以要注意到它这只针对什么数字有没有啊？你把数字这些。变成半形的啊，半形的，就这样而已。